Hello， 姐妹们，咱们家姐妹有没有那种常年顽固性便秘的，久坐办公室的，经常吃大鱼大肉的，饭量比较大的，肚子比较大的？大家可以去吃这个酵素果冻啊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，吃完之后呢，喝一杯45度左右的温开水，平常白天呢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吃的时候呢，细嚼慢咽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就可以。然后第二天，两三次大号，很顺畅，很舒服啊。如果你想那个减轻负担的话，你对自己不满意，你想减轻负担，然后就每天吃两条就可以了。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吃一条，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，每天吃两条，然后多喝温水，一天三顿饭，晚饭吃八分饱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达到咱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。现在吃一个。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细嚼慢咽，因为细嚼慢咽它吸收的会比较好一些。喝热水是可以加快新陈代谢。咱们酵素果冻呢，里边就是水果蔬菜发酵出来的酵素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啊。吃完之后喝一杯温水就可以了。姐妹们，如果你们也需要的话，可以去拍，因为现在这个果冻呢，给大家赠三盒，发九盒，一盒呢是五条，九盒呢就是45条，每天一条，就可以吃一个半月呢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，小黄车可以去拍啊，这个真的杠杠的，老好了。我就是每天一条，然后一天好几次。比如说你去今天去吃，一些大鱼大肉啊、聚餐呀啥的啊，你就吃两条，等到第二天，哗哗全出来了，一点负担都不会给你增加啊。姐妹们，如果有需要的，小黄车去拍吧。